你昨天那个直播咋不叫我来看呢？我看你偷偷就有直播了。昨天的直播是福利，叫福利还叫福利吗？什么都是回复是吗？所以你现在在吃什么？吃饭，对，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，还是在吃饭的那种密集型吃饭。哎呀，宝贝，我可以寄一点东西来吃吧？你一天吃也是心酸。不用，你可以直接给我折现，折现就可以，需要吃什么？你现在考虑的，你给我转账，可以，不要独自一人享受。我每天备课，你知道我多辛苦吗？每天我四五点才睡觉。你这样当网红的人，你当然辛苦了。你三月七号，你可别让我看到你。不过我们上次在广州那场点映会，我评价的那些是不是都是干货给那些艺考的学生？也不知道丽萍的孩子考没考上。现在想找你又找不着，得上网络的世界里寻找。然后找我，然后做黑粉还来骂我，是不是？很有可能啊。你们家那个 WiFi 还是什么电话费？是那个小灵通是吗？你用的？我用的大哥大。昨天我问你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我以后不能再跟你两个扯在一起，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好人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想打电话告诉你，2月29很重要。对对对，就是能和你，就是二月能和你多认识一天。那我告诉你最现实的就是，比如说你可以活到3月5号，但你多活了2月29天，那你怎么你能不能盼我点好？我盼你好，我盼你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回到。对，我相信每个舞蹈演员都会想到，对吧？他一定要上升到每个舞蹈演员，当然想着怎么卷呢？就我得带不动，很辛苦，有这么大压力吗？人家都有跟我说的，让我要多说，带你，带着你。可能不是因为我不能说，是因为你太能说。真不是，真不是跟谁在一块？你该能说的时候，你也很能说的那种。遇到老干部发言的时候，谁能说得过你？是。就给你了，我不用吃饭吧。现在这个咖喱的跟你过去是牛排，我就需要吃牛排的。没有牛排的，没有牛排。你不是给我剥一个橘子吗？你都吃光了，你给我剥什么？你现在是在指使，认清自己的位置，着住。好，最害怕的东西，罗老师。罗老师不是东西。请问，如果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部位，可以买巨额保险，你会买吗？我的心里因为很纯洁。你干嘛不说话？你们俩这年的业绩怎么不行？你俩干？你看，你以为说走就能走？你的业绩是什么？你是咋回事？你知道我妹妹业绩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老妹子，我们老板带着个丑燕子，我真的是受不了，天天无心工作。我给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，这个人是谁？这个怎么讲？姐，你咋不说话了呢？我姐都懒得看你，姐的眼皮耷拉着，眼皮一直耷拉着，就不愿意看你。但你姐现在又长开了，你又长大了。我希望有一个如此清澈的眼睛。你放反了，成斗鸡眼了，哥。我们的选手呢，需要两人一组，先通过量眼睛的大小来定评分，又能扒开两吗？不必有这个必要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。我要竞争大眼组，来了啊！不好意思，不要。想跟你一组多容易啊，就这样不就完了吗？你能照顾我吗？我有点，我不想跟你一组，嘿，你俩放弃了。那我也胜之不武啊！要死！神仙，神仙，神仙呀、啊！我说的。啥呀？我第一个排除就是 A， 因为我觉得太接地气了。哎，你说这不对哦，你得看这个环境是哪。水沟子嘛。我们这个表演减肥成功了，这个出来以后明天会很有效果。那我们也吃些药物吧。所以如果我是一名艺考生，我为了防止我在表现的过程里面太过用力而抽筋，所以进考场之前可以吃一根香蕉，把香蕉拌到面里一起吃，所以吃完这个之后考试就能考得顺利吗？就永远不抽筋了，就再也不会抽筋了。来，这个弹幕当中大多打问号说你是认真的吗？想知道。我不是认真的，是可以吃香蕉不要拌面吃。对，拌面也没有办法带进考场。对，没有味儿。然后没有摄像机，可以太大没摄像机对吗？绑二就这样，连地都给你刨了，一层球都装了，一层球都装。我都不敢问，你觉得我帅不帅？如果帅的话，你上下点点头；如果不帅的话，你左右摇一下。你信不信我把你电源拔了？你就记住啊，无论你身体转到哪里的时候，两个手一定要保持一条线。你这是坠机，我感觉很像你的。曹全，你这是骂人就最高兴。啊，罗老师皮憨，皮憨，那皮憨，虚。我觉得罗老师给之前的这些艺考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，领导生也许会有一些比较就收着的感觉，但我觉得不太胖了，千万不要像罗老师这样，千万不要，就是那样子的话，舞蹈界也会乱。不是，涛涛是这样的，涛涛三长一小，他有三长，但是那一小没有。
我头大是吗？我头大，看你头有多大。原来在这儿等着呢，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每一次跑4到50分钟，每天跑4到54次，结果把自己跑进国家队了。这位艺考生往那一站，没有脑袋上那坨光都是黑的。老师，我的技巧跟其他艺考生不一样，我的技巧是表情上的技巧，上的技巧。对不起，这位考生脸是黑的，我看不见。罗老师，你就是一颗卤蛋，你就认了吧，知道吗？灯光照的是你是一个有色泽的卤蛋，但是在茶叶里面没有泡太久的一颗卤蛋啊。可以请问李晨老师是什么血型吗？ A 型， A 型血。不是啊，你是我的理想型。哎呦哇，这也太厉害了。